别在对讲演的时候一一的谢过了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亲人。那相信呢，家人永远是球员心中最软的那一块，看到他们，相信身体的状况没办法来，他现在在那个长照机构，只是说现在只希望他的身体病痛少一点，快乐多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在这边很祝福他，也谢谢他的对我的栽培。